我们刚才去了外面的理发店，妈妈剪头发剪成这个样子，爸爸也剪了变成了特别短的大小伙子了。妈妈说他这么一弄啊，上一次给他染的头发白头发都已经全露出来了，现在打算在家里给他染一下头发。妈妈也是，你看妈妈这白头发也不是那么多，但是大概得有个20%左右也都出来了。妈妈就喜欢剪短头发，塔文好奇坏了。塔文也好奇坏了。染头发之前，妈妈先用这个面霜把耳朵这边涂一下，担心呢给它染上颜色，还挺专业的哈。妈妈已经戴上手套了，在调。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一款哈，今天用的是米皇后系列。把这两袋膏呢放在一起，1:1的比例调和一下，调的挺好的呢，挺好的呢。嗯，专业级的享受，在韩国染头发还挺贵的，这次剪的头发也还行吧，爸爸妈妈都很满意这个长度，他们喜欢短头发。把这个膏染上了以后得挺多少分钟？30分钟差不多。等一等，30分钟就过去洗澡就可以了。塔文好奇吗？塔文就在下面看着，好奇坏了。对了，不能拍就打了。嗯。哇，爸爸头发什么时候变成这么白了？你看，好多白头发，老头老了，快70岁了。嗯、妈，你怎么出这么多汗？呀，都是都是等你。呀，塔文呐、啊，你可能也不安心。嗯，塔文你小心。塔文在哪儿？在这绕着圈了。塔文。嗯。嗯，差不多刚好用完了。一会儿妈你再调调膏，你也让染。刚刚给爸爸染完了，现在轮到妈妈上场了。已经快70岁的朋友，老年朋友自己在家里对着镜子就可以染了，还挺方便的。最好是戴上这个一次性手套，害怕把你的手给碰上去嘛。耳朵呀，这周围这边都涂了这个霜，涂了面霜，这样万一染到耳朵那边，洗的时候也比较好洗。妈，不需要我帮你吧？行，不打眼睛行，自己就可以哈。嗯，啊，我就帮你拍一拍。妈妈的后面剪了可短了，然后这边那个韩国理发的阿姨说：“哎，怎么这么短？”妈说：“我喜欢这样的风格，凉快清爽。”爸爸已经去洗完澡，把头发洗好了，怎么样？这个颜色，挺好的吧？挺好的，挺满意的。满意，刚才哈，白白的，现在都已经变成黑了，墨黑的那种。对，这还挺年轻的。嗯。现在今天这个发型也满意吗？挺好的。挺好的。嗯。上一次我给你剪的。看妈妈在给我们削桃子吃。嗯。这桃子是我婆婆烧过来的，怎么这个还烂了？嗯。就是妈妈今天的发型，妈妈说她呢就是平时喜欢在后面剪的短短的平平的。嗯，你这感觉是不是染点颜色了嘛？这边有点黑。哦，也是挺好看的哈。这个染发的，嗯，给它染完了以后也变成了这样黑的，也挺好的，那些白头发都给遮住了，挺好。为什么爸爸妈妈这么着急弄头发呢？因为再过几天我姐姐和小外甥就要来韩国了，我们到时候已经预约好了要去带着孩子拍这个全家福嘛，他们说好好弄一个没关系吗？嗯，挺好，就好好弄一个发型，到时候拍全家福。不知道，应该我姐临走的时候她应该在中国也染染头发呀，弄弄造型，对吧？差不多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。这个桃子怎么样吧？还行，挺好，挺好，挺甜的。
等你们回中国了好好吃，中国的更甜更好吃还便宜，性价比高。我说的是你的。好的。你也有。好。